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心儿童人权。我是廖宗盛，接下来由我负责第五讲《儿童权利公约与国内法规检视》。这一讲讲的就是《儿童权利公约与国内法规检视》。那这一讲的主题呢，会围绕在为什么我们要去遵守《儿童权利公约》的相关规定，那并且告诉各位呢，如何去运用《儿童权利公约》呢？来进行我国的法规检视。那各位可能会觉得啦，国外的公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台湾并不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为什么我们要遵守国际间呢对儿童所建立的这些权利的这个规则呢？因此呢，我会向各位说明呢。儿童权利公约呢，成为我国国内法的这个过程，以及呢，将公约呢引入国内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去确实的履行公约，也就是呢，让我国的法规呢符合公约的规定。那为了要让我国的法规呢符合公约的规定，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所谓国内的法规检视。那透过法规的逐条的检视，我们才可以知道国内的法规呢，跟公约的规定呢，究竟落差是在哪里？它彼此之间呢，是完全符合的吗？还是呢，我国的法规呢，在规定上呢，可能有所不足？还是呢，我国的法规呢，可能跟公约里面规定的内容呢，有所抵触，或者是有所落差？那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呢，我就会逐步的向大家介绍。好，那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一个国家呢成为国际公约的缔约国之后呢，它会怎么样跟这个公约呢产生关联？那在国际法中呢，国家跟国家，或者是国家跟其他的国际组织呢，签订了相关的公约或协定以后呢。它并不代表呢，这个缔约国或这个国家呢，它已经完全履行了这个公约。那当中呢，我们还要进行很多这个所谓履行上的这个检视。那所有履行上的这个检视呢，最重要一个就是你要进行所谓国内法规的检视。那借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缔约国呢，它国内的法规呢，到底跟公约呢有什么样的不符合？或者呢，会不会有冲突的地方呢？还是呢，绝大部分都是相容的？那这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啦，就是公约如果跟我们国家里的法规呢，真的产生抵触或者冲突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既然签了这个公约，变成这个公约的缔约国，但是我们国内的法律，竟然是跟它是有抵触或者有冲突，那该怎么办呢？那在原则上呢？我们是尽可能呢解释这两者是不会冲突的，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呢朝向不冲突这个面向解释的时候呢，那又该怎么处理呢？那这样的这个冲突的事情呢，在我们国家里面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我们在宪法里面呢，并没有做相关的规定，在法律里面呢，也没有做相关的规定，所以呢，我们就从法院的判决中。还有行政机关的函释里面呢，我们去得到了一些心得跟结论。那从这个法院的判决中跟行政机关的函释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公约呢是属于特别法的地位，所以呢优先于我国的法律而被适用。因此呢，当国内的法规呢违反公约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透过立法来修订国内的法规，使它符合公约的内容。那这个地方呢，再跟各位说明一次，就说我们国家里面呢，并没有明文的规定呢，到底呢这个公约跟国内法冲突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解释或者解决？那在这里呢，法院的判决跟行政机关的函释告诉我们呢，公约是属于特别法地位，所以优先适用。那台湾呢，虽然碍于现今国际上的这个情势呢，没有办法签订大部分的公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积极的方式呢，这个参与国际人权的公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由订定施行法的方式，而这种
国内法化的方式呢，使我们呢，跟公约呢产生连结。那我们举这个儿童权利公约为例呢，我们就是订定这个施行法的方式呢，让我们国家呢，台湾呢，可以跟呢国际人权公约呢，产生连结。好，那如此一来呢，不但可以彰显我们对于儿童人权议题的重视，那更可以呢，借着这个机会呢，去向各国说明呢，这个台湾作为国际上的一份子呢，怎么去落实相关的这个儿童人权。想必呢，各位已经理解了国际公约履行呢和国内法规检视的这个法理。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各位介绍呢，儿童权利公约呢施行法呢关于国内法规检视的这个相关规定。也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有提到，我们国家并不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那我们透过施行法的方式呢，让我们国家呢跟这个儿童权利公约产生这个连结。那连结之后呢，我们就是必须在施行法里面呢，就这个国内法规的检视呢做相关的规定。OK， 那在探讨这个之前呢，也许有人就会质疑啦，那儿童权利公约的施行法它的正当性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并不是公约的缔约国啊，那这一点呢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各位看到施行法，法这个字呢就代表了它是一部法律，是我国立法机关呢三读通过并由总统发布，所以这个施行法呢总共包括十条的条文呢，它的效力呢是没有异议的。那在施行法的第二条里面就规定啦，公约所揭示保障及促进儿童及少年权利之规定呢具有国内法律之效力。简短的在各位跟各位报告一下，公约所揭示的保障呢还有促进儿童及少年的这个规定呢，它都具有国内法律的效力。那这也就告诉我们呢，我们不是透过国际法上你变成一个公约的缔约国之后呢，你必须要善意这个履行这一项原则呢受到拘束，而我们国家呢是透过国内法，也就是施行法直接明文规定的方式，就在刚刚提到这个第二条呢，受到儿童权利公约的这个拘束。那这样的这个规定呢，也跟我们先前通过了所谓两个人权公约施行法呢，它的规定方式是一样的。那接着呢，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的第四条里面规定，那各级政府机关行使职权应符合公约有关儿童及少年权利保障之规定，避免儿童及少年权利受到不法侵害，并积极促进儿童及少年权利之实现。所以这一条呢，它就告诉我们呢，各级政府机关呢，它包括了中央、地方，那中央就包含了所谓的各个部会。那这些各级政府机关呢，行使职权的时候呢，它除了要避免呢侵害到儿童的权利以外呢，还要积极的促进儿童及少年权利的这个实现。所以呢，透过这一条的规定呢，它就赋予了我国呢各级政府机关呢必须要积极实现权利的这项义务。那再来呢，在有关儿童权利公约履行的部分呢，儿童权利公约的第四条呢，这里讲的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第四条，并不是施行法的第四条。在儿童权利公约的第四条里面呢，它也一样明文的写到，缔约国呢应采取所有的适当的这个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实现本公约所认定的各项权利。也就是说，透过这个第四条的规定呢，它要求缔约国呢应该采取所有适当的立法、行政、其他措施来落实这些权利。那我们刚刚又回到施行法的第二条里面，它有提到公约里面的权利的相关规定呢具有国内法律的效力，所以这个公约里面的第四条的规定呢，透过第二条的这个引入呢，它也变成了是国内呢必须要去遵守这个规范。那国内必须去遵守呢，就是一样呢，我国就会相当于是一个缔约国，它要采取所有适当的立法、行政、其他措施，实现本公约所认定的各项权利。 OK， 那在第四条里面，除了刚刚提到的第一项以外，它还有一个第二项的部分，它提到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呢，
缔约国呢应该运用呢其本国最大可用的资源，并是需要呢在国际合作的架构下呢采取该等措施。那这个第二项呢，我们待会会仔细的这个说明，因为它跟第一项呢会有很大的关联，可是它特别提到了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该怎么去落实。那为了要促进这个儿童权利公约的履行呢，第四条它刚刚明定了有几种做法，哦，在这里呢我们开始说明。那第一个呢，在有关立法的这项措施上面呢，那缔约国呢应该要进行完整的这个检视，进行完整的这个法规的检视，那确保呢我国的国内法规呢符合公约的每一项规定，而且除了要逐条检视外呢，也应该要注意到公约的整体精神和各项权利之间的这个关联性。哦，各位如果还记得我们在第二讲里面提到了所谓公约的四项一般性原则，我们提到这四项的一般性原则是在解释所有权利的时候呢，必须要统一去看的内容。而且你在解释各项权利的时候呢，你要按照这四项原则的精神呢下去做解释。哦，所以这里又再次的提到。那例如呢，如果我们国内的法规呢，乍看之下可能跟儿童权利公约没有什么样的冲突，但是它有没有可能呢，在其他面向上呢，违反了这个四项的一般性原则？也就是说呢，它会不会呢，跟这个禁止歧视原则、儿童最佳利益、儿童的生存及发展权，还有尊重儿童意见这四项的一般性原则有所冲突？所以呢，在做国内法规检视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谨慎的进行。那当然呢，这一项国内法规的检视呢，这种工作呢不是做一次就结束了，它是一个永久性的这个工作。那政府呢，各个部门呢，应该要持续的这个进行。那加上民间团体相关这个专家学者的帮助呢，大家呢一起来完成这个我国的这个整体法规的这个检视。那在立法完成修法或制定新法之后，也就是我们谈完，国家在履行公约上呢，它要进行这所谓的国内的法规检视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按照这个公约的第四条规定，它就提到所谓的行政的部分。哦，那行政的部分呢，就是说呢，各个行政机关呢，它必须要依法来执行相关的业务，也就是依照立法完成的这个规范，或者是依照修法完成的这个规范呢，来执行相关的这个行政业务或行政措施。那在这部分呢，儿童权利委员会呢，它特别去强调的就是我们呢需要建制一个永久性的监督机制。那透过这个机制呢，来协调呢各个政府部门呢有关儿童权利的保障。那除此之外呢，国家呢它也可以透过委托师部门的方式呢来辅助公部门。OK。我们再稍微重复一下这个重点，就是说在行政这个部分你要去落实呢，在儿童权利委员会里面呢，他特别提到就是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监督机制，那他也特别提到公司部门互相合作的这种方式。那再来我们来谈一下第四条里面规定的这个履行义务呢，可以区分为呢所谓的公民与政治的权利，以及呢关于呢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在第二项里面特别提到第四条第二项特别提到了所谓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那为了要说明这个所谓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呢，我们就大体上把公约分成两个大类的权利。那第一大类呢，就是公民与政治的权利；那第二大类呢，就是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那其中呢，公民与政治的这种权利呢，它需要立即被落实，但是呢，按照第四条的第二项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呢，则可以依照呢国家可用的资源，逐步的落实。OK，依照国家可用的这个最大资源呢，逐步的落实。不过呢，国家针对各项权利呢，它都有必须要达到的这个最低根本的义务。那这也在这个儿童权利文献里面提到，就是说，即便呢我们提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呢，可以按照国家可用的最大资源逐步落实，但是呢，你还是一个有一个所谓的最低根本义务。那如果今天呢，一个国家呢，它以资源有限为由呢，
他没有办法去达到最低的这个根本义务的时候呢，他就是必须要回过头来呢，证明呢，他已经尽力呢，透过所有可以分配的资源呢，优先满足了这个所谓最低的根本义务，那这样子呢，才不会违反公约。那最后呢，在《儿童权利公约》的施行法里面第九条呢，它也对这个公约为什么要求呢？这个缔约国或者是我们透过施行法之后呢，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去做国内的法规检视？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九条，在第九条里面呢，它提到各级政府机关呢，在施行法施行后呢，必须要在一年内检视他们的业务范围，那看看业务范围内的法规及行政措施，并提出一份优先检视的清单。那如果发现与公约不符时呢，应该在3年内呢完成法规的增修或废止，那以及呢各个行政措施的这个改进，那并于呢5年内呢完成了剩余的法规行政措施的检视跟改进。哦，那我们再简要的这个说明一下这一条。那这一条呢，就是所谓我们要进行国内法规检视呢最明确具体的这个规定。那它的规定呢，台湾呢，我们的政府呢，必须要在施行法施行后呢的一年内呢，检视所有的法规及行政措施，并提出一份优先检视的清单。那这个清单呢，我国政府已经在去年的11月20号提出来。那在这个清单里面就去提到了，如果发现跟公约不符的时候呢，他应该要怎么去处理？而且在这个清单里面呢，他去提到了跟公约不符，或者是相抵触，或者是符合的这个类别，好，那按照这个法条呢，他就应该要在3年内呢完成这些不符合或者抵触了这些内容的增修或者废止，那如果有行政措施呢，需要改进的话呢，他一样要进行改进。那这个3年呢是针对这个优先检视清单来处理的，那其余的这个法规呢，虽然它没有列在这个优先检视清单里面，或者行政措施没有列在这个优先检视清单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之后的检视发现它跟公约有不符的时候呢，一样呢，我们要在5年内呢完成了这个检视跟改进。那这一条呢，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的第九条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国内法规检视的直接法源。哦，那说到这边呢，各位对于施行法呢，关于国内法规检视的规定呢，想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听看呢，儿童权利相关的这些团体呢，他对我国呢制定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的看法为何？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全世界最多国家签署、最具普世价值的人权公约。自1989年通过，已经20多年了。可惜的是，台湾迟迟未让公约在台湾生效，来保障我们的孩子。所以，展翅协会就结合了国内10多个儿童团体，大家组成了一个推动联盟，也提出了一个国内法的一个草案送到立法院。那很高兴的是，在2014年的5月，立法院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国内法。从此，我们台湾的儿童的保障就跟世界同步了。儿权公约保障的对象就是未满18岁的儿童跟少年，不管是照顾儿童少年的大人们，还是政府们，都应该要全力尽全力来确保儿童的身心能够健康的一个发展。那除此之外，还要让儿童的能力能够得到充分的一个发展。那我个人觉得，儿权公约对我们来讲会有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尊重儿少的意见。所以，其实我们在针对不管是政府还是大人，你在做跟儿少有相关的一些决定还是一些政策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听听儿童的意见，听听他们的想法，然后让我们制定的一个政策啊、法律啊，还是措施啊，真的能够做到真正保障我们儿童的一个权利。
根据施行法，政府必须在三年以内要全面的检视我国跟儿童少年有关系的政策法令或是命令，然后以来符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一个精神。那此外，政府也必须在两年提出国家报告。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民间团体也会提出替代报告来监督政府的儿童权利公约的落实的一个状况。展翅协会已经有结合十个团体组成了一个台湾儿童权利公约联盟，我们就会定期的检视政府的作为，以及提出我们的替代报告。那希望透过政府跟民间的一个通力合作，能够全面的来落实保障我国儿童少年的一个权益。整体而言，台湾对于儿童权益的一个重视呢，其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地方需要再继续的努力哦。譬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实务工作上面常常看到有一些父母亲呢，他们呢还是会把孩子当作是成人的附属品。那因此呢，在自己人生呢碰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呢，会选择一起结束孩子的生命哦。那或者是呢，有一些父母亲也会打着这个为孩子好，那管教孩子这样子的名号，但是呢，却做出就是虐待孩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哦。那或者是很多的父母亲呢，自己在经历这个离婚的过程里面呢，可能会忽视掉孩子的一些权益，然后呢有这个爸爸妈妈之间抢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些状况呢，我想大概都反映出就是我们在社会上社会文化上面，其实对于儿童人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基本上是没有真正落实的。所以很希望透过就是儿童人权公约国内法化这样子的一个落实呢，接下来呢，除了要检视就是国内的一些相关法令制度是不是有这个违反的地方，那当然也希望透过这个法令呢，能够引领整个社会呢重新学习怎么样子把孩子当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哦，那让这个儿童权利公约呢，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能够在台湾落实。 OK， 那在我们这个了解呢，我们成为公约的缔约国，或者台湾呢，透过呢这个制定呢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的方式呢，把公约的权利引进国内之后呢，我们必须要做所谓的国内法规检视这个工作的法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说那到底要怎么去做所谓的国内法规的检视？好，那在这边呢提出这个一个方法呢，供大家参考。好，那分别是呢，它会有五大的这个方向跟四个心法以及三个参考的步骤。那这五大方向、四个心法、三个参考步骤呢，就是希望呢可以帮助大家呢顺利的这个进行的所谓国内法规的这个检视。好，那首先什么是五大方向呢？那第一个大方向就是儿童权利公约中呢关于不同的权利呢，它落实的这个时程呢方式呢不太一样。我再重复一下，儿童权利公约中呢关于不同的权利，它落实的时程方式并不完全一样。那各位如果回想到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公民与政治的权利、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大概就可以这个猜得到呢这个方向指的是什么。那这个第一个方向指的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权利呢区分为公民与政治的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那后面这个权利呢，它就涉及所谓资源的分配。那相较于呢公民与政治的权利呢，它是一种立即性的权利，也就是国家呢要立刻去落实以外呢，那所谓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呢，这个权利的落实呢，各个国家呢可以按照这个他们国家最大可用的资源呢，透过逐步逐渐的这个落实方式。所以各位在做国内法规检视的时候呢，一样可以初步把这个权利呢区分为这两类，然后呢你可以知道哪一些是需要优先被检视，哪一些可能是可以这个稍微缓一点，或者是哪一些呢它在检视的过程中呢它是需要被
用严格的方式去看待，哪一些呢？可能是可以透过逐步落实的方式呢去看待。那至于要怎么去归类这两大权利的这个类别呢？目前并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这个分类的这个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告诉各位呢，我们有所谓的公民与政治权利这个类别，有所谓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这个类别，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截然二分的这个分类的方法。因为在这个儿童权利委员会里面也没有特别去说明这个部分。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这个理解呢公约里面的用语呢，也就是透过法律上所讲这文义的这个理解的方式呢，来区隔呢哪一些权利呢是国家必须要保障的权利，那哪一些呢是国家可以逐步落实的权利。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啦，譬如说儿童权利公约第二条禁止歧视这样的这个原则跟权利呢，它就是一种立即需要被保障的权利，也就是它是一种公民与政治上的这个权利。那我们如果提到了儿童权利公约的第24条关于儿童的健康与医疗照顾的这个权利，或者是呢儿童权利公约的这个第31条关于儿童的休闲游戏的权利呢，它就是一种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那这个各位其实想一想之后也可以理解，就是儿童的健康医疗这种这样子的这个权利的落实呢，它的确关系到国家的资源分配。譬如说到底每个儿童他应该获得到什么样的这个健康的这个保护或医疗的照顾呢，那这个的确需要按照资源呢逐步的落实。那又看到呢，譬如说儿童的这个游戏的权利，是不是每一个县市一定要设计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游乐区让儿童去玩，那我想也不是国家呢一定可以马上可以落实，他必须要按照他的这个资源呢去规划呢儿童需要的游戏的权利呢是该怎么去落实。 OK， 那我们来谈一下第二个大方向。那第二个大方向呢，它指的呢就是要尽可能解释呢国内法规呢符合公约的这个权利规定，国内的法规呢符合公约的权利规定。那这第二个大方向呢，我们在先前提到呢这个国际法跟缔约国之间国内法规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说明过，就是说在解释上呢，我们要尽可能解释呢二者是不会抵触的。那我们国家呢虽然不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呢，可是我们透过施行法的方式呢引入我国，那这时候呢国内的法律以及施行法呢同样的法律的位阶，也就是说它都是立法机关通过的，两者呢都具有这个民主的正当性。那因此呢理论上呢立法机关在权限内呢它不会刻意呢通过一个存在冲突或矛盾的两个法律。所以从这个简单的道理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第二个大的方向呢就是尽可能解释国内的法规呢符合公约的权利规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第三个大方向。那第三个大方向呢指的是呢要按照国内法规检视的这个工作流程来进行，按照国内法规检视的工作流程来进行。 OK， 那我们来说明一下呢我国的这个儿童权利公约法规检视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这个步骤。那这个部分呢主要分成五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是呢全面检视主管的法规，看看呢是否符合呢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那第二个步骤呢是透过呢民间团体的协助提出呢检视清单。 OK， 那第三个步骤呢是提请呢各个部会呢或地方政府呢儿童权利公约这个工作小组来审查。那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决定呢需要修正的法规或者有疑义的法规或者是呢不需要修正的法规。那第五个步骤呢就需要修正的法规呢它就要按照这个既定的这个时程呢进行相关的这个法制作业。那如果呢在检视的过程中发现呢这个法规到底是要修正或不需要修正有疑义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将这个法规呢交由这个卫福部的儿童权利公约呢这个工作小组来审查，那进一步确定呢是否为这个需要修正的法规，或者是它仍然是一个有疑义的法规，
或者是呢不需要修正的法规。那如果最后还是认为呢这个到底要不要修正呢是有疑义的呢，那最后呢就由行政院的儿权小组进行审查。那先前呢我们刚刚也在这个讲公约的施行法第九条的时候呢提到呢有所谓的优先法规检视清单，在去年的11月20号提出来。那我们当初在这个提出优先法规检视清单的时候呢有对呢法规是否符合儿童权利公约呢分成四大类。那第一个类别呢是呢这个法规的条文呢都符合公约中的规定，但是呢各个机关呢在落实的时候呢可能有各种的困难，使得这个法规的内容呢难以真正落实。那这就是第一个类别。那第二个类别呢他提到了就是法规可能已经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呢跟公约里面权利的规定比起来呢是不够完备的，那可能还要需要增加一些补充性的这个规范，才能让它呢真正的这个完善。那我们来谈一下第三个类别。那第三个类别呢就是提到呢凡是与公约的规定呢或者四大原则，我们应该讲是四项呢一般性的原则不符合的时候呢都应该要加以检讨。那所谓的不符合呢可能是呢我国的法规呢目前没有相关的规定，所以呢我们需要增加相关的措施来符合公约的这个内容。 OK， 那第四个类别呢这就是一个冲突最大的地方的一个类别。那这个类别呢提到呢只要法规跟公约的内容相违背，那它特别是涉及到生命、人身自由、司法等可能严重侵害儿童权利的法规呢，我们要用更严格的这个标准、更严谨的态度呢去检视它。所以我们提到了这个优先检视清单里面呢有所谓四个类别，那各位呢可以参照这四个类别呢进行呢所谓的国内的这个法规的这个检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谈谈所谓的这个第四个大方向。在这个第四个大方向里面我们提到就是呢在做这个国内的法规的检视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是客观的角度去审视法规，也就是说用这个客观的角度呢来判断呢我国的法规呢是不是有违反这个公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假设我们是一个这个从事国内法规检视的这个工作人员或公务人员或承办人员呢，那我们必须要单纯的依照公约的规定或者是按照儿童权利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来检视我们国家的法规，然后尽可能不要带有个人主观的判断或者说个人强烈的这种意识形态，那否则呢将容易呢偏离了公约的这个意旨跟精神。所以这个第四大方向讲就是说我们用客观的角度呢去审视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法规。那最后一个这个大的方向呢因为呢为什么会提出这个第五个这个大的方向呢最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的第二条，我们在先前也提到过这一条。那这一条呢它赋予呢公约呢国内法律上的这个效力，也就是说公约里面呢关于权利的规定呢它是属于具有国内法律上的效力。那当它具有这个国内法律上的效力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的法院呢就可以引用呢儿童权利公约的这个相关权利的规定呢作为审判的重要依据。那所以法院在做审判的时候呢他引了儿童权利公约呢作为这个审判的依据，他可能去提到了我国的法律、我国的法规到底跟他是符合的、是不是冲突的或者是有抵触的，那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透过呢这个法院判决这个说明呢去理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我们国家里面的国内法规呢在这个地方呢它是有问题的，它可能跟公约的权利呢是有所抵触或是冲突的。 OK， 那我们讲完五大方向之后呢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介绍所谓的四个新法跟所谓三个参考的这个步骤。 OK， 那第一个新法是什么？第一个新法就是少就是多。那有的时候呢越是简单的东西、抽象的东西呢，但是呢它代表的就是什么样的意涵呢，并不是说它就是非常的简单，
在法律上呢，它代表意涵是它可以解释的空间呢可能就越多。所以呢，各位在做这个国内的法规检视的时候呢，千万呢不能小看呢短短的一条法条，因为它很容易呢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通常呢这些被认为呢表面上没有问题呢就是会产生争议的地方。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通常呢各位如果理解法律的话呢，你会发现法律呢都会使用抽象的文字呢加以规定。哦，那这些抽象的文字呢，它大概只代表了一个意涵，就是说它可以具体的告诉我们呢它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可是它呢真正的这个范围呢或界限呢到哪里呢就不是那么容易确定。哦，所以呢越是简单抽象的这种法条呢或法规呢，各位要越是这个小心。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国内的法规检视的时候呢，不可以太过于急躁。假设呢各位呢一开始就想要完成所有国内法规的检视，哇，把所有的这个法规呢一口气呢都检视完毕，那这样子呢其实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呢到时候呢各位就会发现呢，这个就会跟第一个新法呢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呢，可你可能检视了一个条文或两个条文之后呢，你就开始觉得，诶，那这里面这个法条很有争议的地方该怎么处理呢？那你有可能会发现呢，这个法条文字非常的这个抽象，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所有的国内法规的检视，那你有可能就放弃了。哦，所以在这边呢跟各位报告，就是呢你可以做的方式呢，要把这个少数呢跟自己最相关，或者是呢你自己认为呢属于你业务上最重要的部分呢，还是说呢你认为呢它最具有争议性的法规呢先挑出来，然后呢开始一步一步呢进行所谓国内法规的这个检视。哦，所以就是所谓的少就是多。 OK， 那第二个心法呢就是不要急，一步一步慢慢来。哦，不要急，一步一步慢慢来。那所谓呢这个欲速则不达，对不对？大家可能要这个稍微体会一下，我们在做的事情呢是在调整修正国家法规的这种大事，所以呢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对不对？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做，那这样子呢才有可能慢慢慢慢慢慢达到我们所要达到这个目标。 OK， 那第三个心法呢就是国内法规的检视呢必须要确实而且要内化。那为什么要重视这所谓的确实跟内化呢？因为法规的调整呢，它不是只有影响到个人这种属于业务上的承办，它会影响到所有呢受规范的这个人民。所以呢如果你在做这个国内法规检视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呢只是要交差或者是呢回复公文而已，那这个时候呢你在做检视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仔细的去做。那怎么样仔细的去做然后确实内化呢？啊，这边提供一个方法呢，那这个方法就是说，首先呢你必须要呢对你要检视的这个法规呢，你要进行所谓的吸收内化了解，然后再进一步呢做这个检视。那如果你对你要检视的法规都不太清楚的话呢，你要去检视它呢大概是有问题的。哦，那你当你对这个你要检视的法规吸收内化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你必须要完全去了解呢这一条或这一部的法规呢跟公约里面的对应的法规呢是在哪一些，然后你要也要确实内化呢儿童权利公约里面对应的权利的这个条文是什么，然后你再去探究呢国内的这个法规或国内的法规里面的这一条呢到底跟国际公约的这个规定呢符不符合。那最后一个心法呢就是我们要反复并且持续的去做这个检视。哦，因为各位知道人不是万能的啦，我们不可能一次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而且各位如果还有印象，我们提到这五大方向然后四大心法，对，每一个步骤都告诉我们，就是说检视呢你没有办法一次去完成。哦，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反复持续的做这个国内法规的这个检视。那持续反复的做这个检视之后呢，我们就回过头来呢履行了这个儿童权利公约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权利。 OK， 那在掌握四大心法后呢，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呢，这个你初步呢要从事的国内法规的检视呢，你可以采取这三个步骤。那也就是说呢，哇，在这么多的这个法规里面呢，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找到有问题的这个法条或者是有问题的法规呢？你可以按照这三个步骤初步去进行。那第一个步骤呢，它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那它是什么呢？就是运用所谓关键字的搜寻。那各位一定用过这个 Google 的这个搜寻，对不对？ Google 呢，它在搜寻相关资料的时候呢，你要去 key in 呢，所谓的这个就是你要去进入呢所谓的这个关键字。那你也会发现呢，当你这个下了这个关键字呢错误的时候呢，你就很难去找到你要的这个资料。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第一个步骤呢，也是运用关键字去搜寻呢，那它的关键字呢如何去下呢，它就非常的重要。 OK， 那你下对了这个关键字呢，你就可以去找到可能你所需要检视的这个国内法规，或者说你所需要检视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法条。关键字到底要怎么去下呢？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那我们可以按照呢这个儿童权利公约的主体，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儿童权利公约的时候，它有所谓的主体，对不对？那这个主体呢就是儿童。那我们在第二讲里面也提到，公约里面所讲的儿童呢，是同时包含了我们国家里面的这个儿童及少年。因为我们国家呢的法规规定呢，儿童呢是未满十二岁之人，那少年呢是指十二岁以上未满十八岁之人，所以呢，公约中所指的儿童呢，在我国呢就同时包含了儿童及少年。哦，当你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所以呢，你可以下的关键字呢，第一个呢就是儿童，那第二个呢就是少年，因为我们国家里面的儿童呢，只有指未满十二岁，他必须要包含少年才会是属于公约里面讲的这个儿童。那用关键字下去搜寻呢，你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那第一种呢，就是一开始呢，针对法规的名称呢，是不是本身具有儿童、少年，或是甚至幼儿，幼儿呢也包含在儿童的范围内，用这样的这个字眼呢来搜寻呢，有没有某一个法规呢，它本身的名称呢就跟这个有关。那再来呢，依照各部法规的这个内容呢，你可以使用所谓儿童、少年、幼儿、未成年、性剥削、家庭、安置等这些关键字来搜寻。那这些内容检视的关键字是从哪里来的呢？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这所谓的除了儿童、少年、幼儿，提到这未成年、性剥削、家庭、安置这些关键字是从哪里来的呢？那这些关键字呢，各位呢就可以从儿童权利公约里面的权利的规定，你去读过了每一条这个权利的规定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一条里面呢，它就有相对应的关键字。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相对应的关键字呢，作为输入呢这个搜寻的这个关键字。那例如呢，公约的第34条就提到儿童的性剥削，所以性剥削呢，它就是一个内容上的关键字。那儿童的权利公约的32条呢，提到儿童的经济剥削，所以你也可以这个进入呢所谓的这个经济剥削这个关键字。那儿童权利公约的第7条呢，提到儿童出生呢需要立即被登记的权利，所以呢从这个权利里面呢，你也可以找到呢譬如说登记或是出生，那作为进入关键字的这个依据。那各位在做这个Google 的这个关键字搜寻的时候，也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用这个方法呢，它不一定呢100%找出所有这个你要的这个资料，或者说有可能你会找不到你要的资料。那我们当我们用这个关键字的方法来找寻呢需要被检视的这个国内法规或需要被检视的国内法条的时候，它也一样会遇到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不能100%的找出所有有问题的法条。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呢，如果你用这样方式呢所找出来的相关的这个法规呢或条文呢，它一定呢跟儿童权利公约有相当重要的关联。那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如果呢各位想要更确实的进行的法规检视呢，那除了第一个步骤透过关键字的搜寻外呢，你可以呢从自身出发，
也就是呢，大家可以在所承办的业务范围内，或是跟你相关的这个业务的这个事项内呢，去寻找呢跟你有关的这个法规，然后把法规呢按照它的个重要性呢排序，然后排序之后呢，一步一步呢，一条一条逐步的进行这个检视。那这个方法呢，虽然耗费非常多的时间，对不对？但是呢，它也最佳的一个确实。哦，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呢，譬如说隶属于这个内政部的这个移民署呢，那属于他们机关职权的法规可能有非常非常的多，对不对？那譬如呢，它可能有这个入出国及移民法，这个入出国及移民法施行细则，它可能有台湾地区无国籍国民申请入国居留及定居许可办法，它可能有个人生物特征个别资料收集管理及运用办法等等。而这些不管是法律、行政命令或者是呢相关的这些措施呢，它都有可能跟儿童有关。那当你认为它跟儿童有关之后呢，你就按照法律的优位原则，从法律、细则、办法、行政措施由上往下分类，然后呢按照呢这个分类出来这个顺序呢的每一部法律呢或法规呢，按照它的第一条的立法目的开始进行检视，那从第一条呢看到最后一条，那借由这种方法呢，被遗漏的法条呢就会比较少，那检视的质量也相对的就提高。那我们来讲一下最后一个步骤，那这个步骤呢一样可以来补足第一个步骤跟第二个步骤不足的地方。那这个步骤呢就是请呢跟相关法规呢有关的这些专家或者学者或者民间团体的参与呢国内这个法规检视。因为呢这些专家呢他有各自的这个专业领域，或者是他在工作上呢会跟这些相关的法规呢产生连结。那当我们在做国内的法规检视的时候呢，如果可以听听看呢他们在做研究实务工作上的这些心得，那特别是他们遇到的困难，那这时候呢有时候呢承办人员或者说我们在做这个国内法规检视的部分呢会有意想不到的启发，那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呢国内法规的这个检视。那这个第五讲呢儿童权利公约与国内法规检视呢就讲到这边，那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Thank you.